再来看到，暌违多年，日本导演泉川信雄再度是以《哈姆雷特》一句跨海来台演出了。主要演员藤原龙也也特别底台，在国家戏剧院召开了记者会，为该剧来进行宣传。暌违多年，日本导演泉川信雄再度以《哈姆雷特》一句跨海来台演出，主要的演员藤原龙也特别底台，在国家戏剧院召开记者会，为该剧进行宣传。ハムレットっていうのはやる意味があって、何か、なんだろうな、ハムレットというものは多分それ旅なんですね。旅をしていく中で、本当の自分自身を見つめて、見つけていく、発見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う、自分の人生そのもののような、壮大な戯曲なんですね。で、そのような大変なことに、こう人生で2度もね、蜷川さんの演出でやらせてもらったから、まあ、その経験は非常に自分にとってはいいことなんじゃないの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けれども。因为他很幸运的能够碰到了一个世才的导演，这么爱惜他，21岁帮他量身的《哈姆雷特》，跟他现在的《哈姆雷特》导演是重新来过，所以他现在演的又是另外一个《哈姆雷特》。由于导演泉川信雄已经高龄80岁了，再加上近日来身体不适，并未现身记者会。透过记者会，也希望导演能够早日康复。这一次即将上档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哈姆雷特》，已经是第8次的班演，号称是导演的纪念代表作，精彩可期。将在3月26号一直到29号在国家戏剧院登场，要带给观众一场全新版本的戏剧内容。人际卫视张成儒之中台北采访报道。